床垫太重要了，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床上度过。我们俩达成一致想法，床架可以普通点，床垫一定要选好的，适合我们自己的。欢迎光临 Simons。 你看看这一坐，我这我也试试。实不相瞒，我第一次在上海试睡席梦思的时候就沉浸了，念念不忘，但因为觉得出租屋不配拥有这么好的床垫，现在终于拥有自己的小家了，还是想仔细挑挑。试睡了排名靠前的一些牌子，最后的最后还是选了席梦思这一款极极活力，因为睡上去的那一刹那就想立马抬回家。大家买床垫的时候一定要去试睡试睡试睡，不同的款式对应不同的软硬程度，还有包括一些加入的负离子技术等等，好床垫真的不是说出来的。来吧，展示一口来。这个不要钱，这个不要钱，这个不要钱，这个不给大家要钱。最后一减上有2万多，买这瓶水送个床垫，送个床垫也行。当然还有更高端更舒服的型号，只不过钱包跟不上了，只能量力而为咯。现在就期待床垫快点到家，用我一点点微薄的经验给大家出一个如何选购床垫的攻略咯。